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我们现在来练习第二课，去机场课文。Objectives: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, asking permission, expressing availabilities and capabilities. Situation: phone call. 孙小美打电话给李大卫。小美问大卫，星期五中午能不能送她去机场？可是大卫星期五上午要上课，下课以后要工作，没有空，不能送她去机场。所以孙小美在打电话给林君，小美问林君能不能送她去机场。林君那天没有课，也不用上班，可是林君没有车，所以林君要先开小美的车，把小美送去机场，然后再把车开回来。